们的补偿机制不清不楚、不明不白。在这之前，工会为了维护医疗人员权益，不但行了公文，还有电话咨询，但是得到的回应都只是机械式的答复，另外还有不耐烦，这些都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寒心。刚回去，大家都会恐惧，这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因为连我们自己，其实虽然当初我被解隔是阳性，当初是被解隔，可是我那时候还是阳性，只是说 CT 值已经大于30被解，所以不是说只有身边的同事会怕，其实我自己也会怕，所以那时候上班我甚至才戴了两层口罩，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还自己躲到厕所去吃，觉得我们也不是自己愿意去感染这件事情，就是。结果就是被这样大家这样对待，然后我们就觉得好像也不知道该是跟谁讲这件事，就是自己内心就不知道该怎么，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处理，然后变成自己好像就是像现在也越来越远离家里，因为像我自己感染之后我就搬出来，我不敢住在家里，我很怕会不会不小心就传染给家人。员工在医疗人员因为工作染疫之后不闻不问，其实要说是免洗筷，我觉得甚至连免洗筷都不如，用完之后就随便乱丢。现在补偿金的问题，随便丢一个金额就说哦，这是补偿。请问，到底哪些人、哪些小组去做这个补偿的订定办法？金额他们是怎么订定的？有没有去做一个事后的关心？有没有事后的关怀跟调查？有没有？没有。